球的意识也很好啊。对，第一场的这个四分之决赛，现场的这气氛就非常的热烈啊，这样对选手来说也是一个心理的刺激。阿斯巴提这个传啊，还是没怎么狠狠的发力，嗯，对，发力上还是比较松，还在找机会可能。哎，小心哦。哦，两个人在实际体重上，阿斯巴提要稍微高了大概2公斤，127公斤。加诺兰本身的这种心理战术使用很多啊，对。阿萨提要注意对手的前手反击。对。哇，这个腰围基辅好像没有太大效果了。对。这加诺兰表示自己的上下能力很好。对。哎，中了，重拳。哦，这一拳是打到了加诺兰耳朵的位置。是，所以说加诺兰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对，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，同时恭喜阿斯哈迪不仅赢得了终极之战，同时也锁定了巨兽之战四强的第一。